县府文化局日前在县府一楼大厅举行续修南投县志新书发表会，由文化局长林荣森主持，并与现场所有文学界大佬等来宾共同拉开彩带，启动新书发表会仪式。因为我们旧的南投县志呢，是修到82年啊，所以我们从83年开始接续。过去呢，我们南投县志是修的交通志，那我们觉得南投啊，观光是主轴，而且观光的资源非常多，所以呢，特别把观光志啊从交通志里面把它给独立出来。那另外呢，一般县志呢就是修文教志，那我们把这个文化呢跟教育把它分开，同时呢，又从文化里面呢再把艺术再把它独立出来。县议员赖彦雪肯定文化局的努力，在有限的经费下能够发表这本新书，这是南投人的福气。20年的岁月背后隐藏很多我们的一个大师，他们的一个精心策划、了解、掌握在地的地理文化背景，我们的经济、我们的产业、我们的文学、我们的艺术，还有很多种种。我想县志的一个续修相当的辛苦，那么文化局经费也有限，在有限的资源之下能够发表这本新书，是我们南投人的福气。20年的时间，南投县发生许多重大的历史故事及社会变迁，县议员张家哲肯定这本新书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南投县。新书从我们南投县82年到这个103年，这20年的这个期间，他们透过5年的期间哦，由各个专家学者一起来针对我们南投县发生的各种事情，然后编纂了13卷册哈，来写出我们这20年来我们南投县的这个发生的各个大小的事情哦，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南投县民以及这个全台湾的这些民众哦，可以更了解我们南投县。县议员蔡明轩感谢编纂委员们的辛苦与努力，搜集史料终能完成这本新书。县志就记载着我们南投县所有的文化啦、历史，好啊，借由南投县志，我们可以更认识我们自己的南投县，好啊，了解我们的南投县啊。当然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编辑的这些，我们的编辑委员啊，还有我们的文化局长这么用心来替我们县志来做努力，非常感谢他们。县府文化局从103年开始推动南投县志续修的工作，前后花费5年的时间，让整体南投县历史发展进程与保存更具完整性。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。